以上事实，你们双方都不否认吧？ 因此，我们觉得你们之间并没有达到感情破裂的程度。叶娟同志，你说呢？ 刚才你应该说话吗？回家以后主动一点。他已经搬到单位去住了。 请问普厂长在家吗？在，请进，请坐，请喝茶。谢谢。 正跟他师傅唠嗑呢。来，喝。来，海，不喝了。 我老婆也跑过好多天，心里像刀割似的疼啊。
时候，我还劝过你。原先，屋子里是两个人，突然，就剩下苦巴巴的一个了，能不难过吗？月明啊，我搬来跟你作伴。一个人就一个人吧，也许，哎，谈这些干什么？韩师傅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让贤。我不让。这么大个摊子让给一个非党群众去管，我不放心。韩师傅，我大学毕业来到咱们厂，就在你手下干活。你教我技术，教我怎样做人，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情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你有了儿子，也快有孙子了。假如将来我们交到他们手里的还是眼前这副穷烂摊子，儿女们会骂我们的。你们当初干什么来着？白吃饭了，亏不亏？娘的，国家全叫你们给耽误了。韩师傅，救救咱们厂子吧。过去你舍身救过，再救一次吧。啊，月亮像一面光洁透明的镜子，如果星辰是善良真挚的眼睛，那么灵魂必定是黑夜的宠儿。你好像没听。林楠，你对我总是百依百顺，从没见你发过火，真的没有脾气吗？这有什么好装假的？让心爱的人得到爱的满足，是男人的基本功啊。一个家庭，光有爱是不够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夫妻俩三天两头要吵一架？不，我指的是思考。两个人的结合不仅需要感情，也需要理智。热恋之后，应该有一段冷却期。我的天！爱并不难。从年轻人嘴里吐出个爱字来，这很容易，只要几个月甚至几天的接触就可能做到。
难的是，相爱之后，漫长的道路怎么走？哎，跟哲学家谈恋爱，真让人受不了。我是叶娟。哦，丁雷同志，约我出去玩玩。好吧，我去。厂长。嗯。经纬内部通讯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，指名道姓的干开了。娘的。你看。这和将要进行的民主选举会不会有关系？另外，厂里疯传，你妻子的事，是因为我。把我调开吧，我无足轻重，不要影响你。啊，副厂长吗？你好，我想约你明天下午去湖畔野炊。现在绞索套在脖子上了，我哪还有心思去玩啊？散散心嘛，告诉你，他也去。我找叶主任。啊，这是他留给你的。我就减速。你是个很会生活的人嘛。是啊，谢谢了。为什么？你发现了新大陆。
吃饭吧。给我。厂长，我想提个问题。提吧。你谈过恋爱吗？废话。不，我指的不是结婚，而是真正的爱。我不是文人，可我觉得，爱就得像出炉的钢水，是炽热的，是沸腾的。这种比喻好像和你对不上。我是根木头吗？你是不是想过你的妻子应该牺牲事业，为你抚养孩子，照顾家庭？来。是的，想过。不过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社会。千万别再这么想了，大丈夫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是，很多事情过去以后才清醒一些。幸福的路不止一条，我走的是一条艰辛的路，可惜快要临近终点了。你们还年轻，刚刚起步，应该走另一条更好的路。厂长啊，玩得真痛快，谢谢。不应该谢你们，等我厂长落选了，愿意经常奉陪。来，走了。啊，嗯，多有意思的人呢。你要有他的十分之一我就满足了。懂吗，林楠？我想看到你身上的男子气。够了，我早就发现他已经成了你心中的偶像。也许比这更严重。你太不像话了。我就这样。